漂亮哦，而且呢是一位才女哦，也是一位街头艺人的才女。她呢，这个表演的经历也非常的多、哦，常常在我们各个县市呢做很多大型的演出以及一些的公益演出。那么今天呢，这位美女哦，啊，她的名字叫舒化啊，一边舒化一边唱歌嘛，哇，真的，来，舒化今天呢。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也准备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好歌，而且你看看这个才女很不简单，自弹自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哦，那个我爸爸我叔叔啊，他们都说他们以前把妹的时候都要学会弹吉他，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是小妹妹呀、啊，有没有，现在都是女生要自弹自唱，男生觉得哇好文青哦，没有错，我们这位文青的才女要我们带来这个阶段好听的几首歌曲，几首歌曲之后我们就要麻烦各位的长官来为我们进行颁奖以及摸彩了，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您的参与，听一边听歌的同时，你也一边可以动作捐发票来领好礼哦。我们借由大家热烈掌声来欣赏我们创作才女的演出，谢谢。Hello， 谢谢美丽的主持人，谢谢。Hello， 所有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化。然后今天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可以被邀请到我们虚拟实境迷宫挖宝区的这个活动来为大家演出。尤其这也是我很多次来到东石客家园区来为大家表演，所以今天就尤其这个天气对非常的好，因为不用让大家大太阳的在底下，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这么棒的活动。然后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的歌，如果会唱可以跟着我一起唱，是《思念是一种病》。
加了一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里面的另外一首英文歌是 Where is the love， 然后两首歌非常巧妙的结合，尤其这首歌的第一个开头就是一辈子有多少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下载电子的发票才不会失去最重要的东西，好不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发票这件事情，因为我个人最重要的不是对发票而已，是 money、是 money， 对，其实是大家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其实我每个月呢也非常期待可以对发票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平常都在各地跑活动，然后有时候就这么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然后我其实都忘记那个发票堆在那里的事情，所以我今天骑到这边，然后知道了有这个消息，我觉得非常方便，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者，所以他如果真的能够换成电子的方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跟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方案。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觉得在这边其实也非常的很有文艺气息的感觉，尤其大家可以在这里可以放松的听这样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外面的世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因为它也被翻唱过很多的版本，来自外面的世界。
世界，不知道现场的朋友有没有听过，尤其又像刚才美丽的主持人提到，就有带大家回到民歌时期的感觉，对吧？哦，有那种、这首歌，对，它已经是那个民歌后期啦，是对流行歌初期的时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哦。我们相信这个年纪大概有25岁左右的都听得懂这首歌。好，那我们再紧接着要再听个这个几首歌的当中，我们要跟现场的朋友报告的是，快快快，嘎嘎嘎，进进进！如果你的发票还没有兑换我们的摸彩券，你的摸彩券还没有投入摸彩箱的话呢，要赶紧动作了，因为我们这位创作才女在几首歌之后，我们就要进行第一个阶段的摸彩了。你看看我们很多的长官，刚刚一听到我们徐主任说有几百块，大家就面面相觑，为什么啊？我无炸发票来，嘛袂记你炸无纸本的迄落卡来吼，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长官把机会让给所有的乡亲朋友了吼，所以呢，赶快动作喽，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我们舒火。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它也是一首我们经典的歌曲，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版本，这首歌来自《至少还有你》。岁月。
至少还有你，哇，他就是一首大家都会很常，尤其我看到就是前面的长官们有跟着我一起唱，耶、yeah, ，谢谢大家，谢谢。我就说了，平均25岁左右的都听得懂你唱的歌，所以大家年纪都相仿。对，那所以再来，我们再来 uncle 一首好不好？哪一首歌呢？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非常轻快的一起唱这首歌。哎呦，意思是说大家也会朗朗上口。是的，好的，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周杰伦的《稻香》。哎呦，来哦。既然在想的话，那可以再多唱一首吗？请问这位可爱的小美女，你也可以唱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现场也有阿公阿婆，你知道吗？就是爷爷奶奶他们听得懂的歌啊，有吗？真的有哇？
这扣尾豆啊就厉害，好不好哈？好，那我们就在这个阶段用一首歌，然后等一下呢，一首歌之后，马上我们就要来进行颁奖以及摸彩喽。夹夹来，你要摸彩券还没有投进来的朋友们，尽情把握，不只收怪时间，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哦。好，阿公阿婆，不只收歌的时间哦，夹夹哦。好，那我们要唱的是哪一首歌？在唱这首歌之前，我知道在东势这边很多客家的朋友，所以我也会用客家话跟大家打招呼。来哦，来哦，来哦，来哦。太家好，乃嘿林书法。哎、欸，不错哎，自我介绍，好，是帮忙哈，加把位哈，哈嘛，那强嘛。啊，待会听不懂，哎、欸，你听得懂啊？待会他说可以拎的薪水之后，好，那蛮大方的女生哦，又长得漂亮，那我们就再来这一首歌曲，叫做这个阶段的歌。卡打枪哦，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来东势客家文化园区这边骑脚踏车，没有错，我们这边东势就是好山好水好人情，还有好吃的水果跟美食哈，所以来骑脚踏车会非常的不错，而且啊，来脚踏车，脚踏车你会讲吗？我们如果东势在地哈，讲天麻啦，对不对？哦，我们这个北部一点的讲吃行茶啦哈，然后我们这边在地的讲铁麻，铁马的意思，有没有？对，铁麻，然后自行车嘛，那我们就直接转换成吃行茶，吃行茶，哎，不错哎，那我们就来欣赏你的吃行茶，掌声鼓励。然后这首歌之后就要进行颁奖以及摸彩了，赶快投进来。
阶段的演出。好的，马上我们就要来进行颁奖以及摸彩了。用美丽的创作才女书画为我们带来这个阶段很多的好歌，那很多的流行歌分享给我们所有在场在座的这个朋友们以及我们各位长官。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哎，你有没有唱一些客家歌呀？好，看你就知道没有。好好好，小心小心啊，没有关系啦。其实我们这个都是刚刚啊，你像我们那个温达的姐姐也有说了哈，客家人就是有一个好处哈，除了我们的母语客家话要会，对不对？在我们外面念书的时候，国语也要会。那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念书的时候呢，遇到很多的同学，闽南语也要会哈，所以我们最起码都会这三种语言啦哈。好，那改天再学好不好哈？然后我们下一次活动再邀请您来唱给我们听哈。我会几句而已。哎呀，真的、哦，那拿来听听看，听听看，预备起。是他的姑娘，一会发呀，一会发。大大的那次风风的嘴上的凝香，哎呀，十八姑娘哈，十八姑娘哈，哈，很不错，很不错，哎。你还蛮标准的啦，哈、哦，那我们就继续把这首歌，到时候学完就来唱给我们听。啊，紧接着在这个阶段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这首歌因为现在太阳出来了，才对。这首歌的第一句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见面，所以太阳才升起。哎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好，你的大大的拥抱，掌声鼓励。都是你每一个秒。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可以听了会让人家非常放松的一首歌曲。刚好来到这第二段表演的一开场，非常适合。接下来的这首歌，它也是一首大家可能会都有听过的一首经典的英文歌曲。好，我随便问的。如果我会唱歌。好的。那如果想要点歌的话哈，等一下记得摸彩箱里面投1000块。好啦，来帮你争取一些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准备再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叫做是。这首歌是《狼猫六便士》的《Kiss Me》。好的 ，Kiss Me。这一首英文歌，那在准备下一首歌的当中，我们先来补充介绍一下，在与会的还有我们这个新社区户政事务所的主任林玲香林主任也在我们现场跟大家招招手，好不好？欢迎您！啊，今天也在百忙当中哦，拨冗参加，欢迎哦。好，那么再来安排的是哪一首好歌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是一首我觉得很适合放松的歌曲，是。张三的歌哦，哇，这个应该
我们很多的这个理事长也好啦，主委也好啊，对这首歌应该都耳熟能详哈。而且这首歌呢，不只是我们小时候有听过，还有这首歌也曾经被一个汽车广告拿来哈，当他们的这个汽车广告歌。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哈，这个李寿全的作品，好不好？张三的歌，对，很多人有翻唱过张三的歌，掌声鼓励，谢谢。因为里面有提到，就是走遍世界去观赏，我希望用我的音乐能够到各地去表演，然后带给不管是各地的朋友，然后今天来到东施客家文化园区，就带给这边的朋友，我的音乐要带大家用我的歌声去各地去感受不同风情的感觉。张三的歌。
很清新哦。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点一首比较轻快的歌，在这个部分做一个 beautiful 的 ending 呢？好不好哈？因为我要跟大家报告，等一下帅哥又要出来了，你知道我一定是喜欢看小鲜肉的，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还有摸彩阿姨，夹夹落呀，摸彩券还没有投的，我们等一下颁奖之后还有有奖征答以及摸彩，而且下一个阶段是5000元，5000块，哎，我们1000直接跳5000哎，而且我们等一下的头奖。直接上看10000元，来参加活动就有，可以是不是拿发票来就有了？是，你不用在家对到天荒地老流汗流血啊，有没有流血啦？不是，你看看，可以去 Seven 买一下东西，赶快买，对不对？是啊，赶快买哈，买东西记得索取什么？统一发票，赞。好，那我们就来安排这首统一发票歌，没有啦。然后我们来安排这首歌叫做。安晴亮的酒是可以大合唱的歌。哎呦，好啊，好啊，我们这一首可以慢，可以快，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安晴亮的酒，掌声鼓励。愁眉头
的才女说话，谢谢。好，听完了美女的歌声之后呢，马